掉头发哈，它其实跟我们身体里面的某一些营养缺乏之外，还有跟我们的压力和运气有关系的。尤其是年轻的，玩 game 啊，不睡觉啊，念书呢就要念到三更半夜。那这个其实在中医来讲，这个肺呢，它走的时间是在三点到五点，这个时间就要让它休息，要睡觉的。都没有好好吃营养，没有好好睡觉的时候，这头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变差。那还有一些是后的，男性激素比较高的，叫雄性秃的。那这种雄性秃的，它就会都有我这里，对，哈、哦，这毛囊养成嘞，就像我们种树，种下去以后还要给它什么水土保持，这个毛囊就是越来越健康啊，不然那也会一样死掉的哦。